我只是跟你报告一下，我只有在这个地方内分泌的这个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哦，这边有一点杂光，其他都很好，你的营养非常正确，哦，这很少看到这种。通过我们的刘老师，要跟你恭喜，你在身体中的状况是非常好，而且呢，你的身心状况呢非常好，我很少看到这么样子的。你的编号是018，好不好？018。然后麻烦你。所以他会帮我按了以后看那个内分泌会不会变化，是吗？你的荷尔蒙调整一下就好。哦，我跟他讲调我的荷尔蒙，对对对，好不好？啊，谢谢你，谢谢。018，谢谢你，好，嗯，谢谢。那我们休息一个。